下雪天打游戏，下雨天打游戏，晴天打游戏，多云打游戏，对号入座。你喜欢啥天气打游戏呢？可以打在公屏哦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让以上四种天气的时候分别去打机械龙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动动手点的赞，我们一起挨个看看咯。首先是下雪天欺负脆皮龙。下雪天一般都是在冬天，非常冷，估计大家都窝在被窝里打游戏，为了更应景，或许在下雪天也会选择和雪相关的植物，那么棉小雪就是首选。冬天盛开的花朵里最好看的莫过于梅花，因此再带上梅小美就非常合情合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俩植物刚好都是五费植物，最后大招神器黄瓜都用完了，依旧挑战失败。如果你喜欢下雪天就扣666，烦死了。然后是下雨天欺负脆皮龙。下雨天大家最好在家里玩耍，别出去淋雨哦，以免感冒。实在要出门，一定记得带好雨伞，穿好雨鞋。下雨天欺负僵尸，可以选择和雨水相关的植物，能下雨的技能。目前看来只有柠檬的大招了，虽然下的是硫酸雨，但好歹也是下雨。还有水仙花也必须带上，毕竟他最喜欢雨水的浸润了。最后也是成功通关。如果你喜欢下雨天就扣111。接着是在晴天欺负脆皮龙。和晴天相关最有名的莫过于周杰伦的这首歌曲晴天。如果在晴天欺负脆皮龙，最合适听着晴天这首歌，然后选择和晴天相关的植物。晴天大多是大太阳，选择向日葵就非常合理，在晴天也很适合去钓鱼，所以带上鱼钩草就非常舒适，钓钓鱼，晒晒太阳，顺带把脆皮龙打死。如果你喜欢晴天就扣777。你有病。最后是在多云的天气欺负脆皮龙。多云顾名思义就是天空很多云，或许有乌云说明要下雨，或许有蓝天白云说明万里高空，总之必须选择和云相关的植物，那么蓝莓的技能就非常合适，它所有技能都是释放蓝色的云朵攻击僵尸，还有芦苇的大招也会释放乌云，最后直接秒杀脆皮龙。如果你喜欢多云的天气就扣555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解读到这里，下期解读什么都可以评论区留言哦，我们下期接着玩，拜拜喽。点赞关注评论。